然后呢，因为我是一个资本主义家庭，伯父呢又是在原来国民党里面呢做过那个，他又是话剧演员，所以做过上尉，所以当时呢在牛棚的时候，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，他被关起来了，所以在这个期间呢，因为他是在哈尔滨市话剧院嘛，当那个一个副院长，所以在这个时间，因为他受不了这种打击，就自杀了，所以在我很小的心灵当中受了很大的阴影。后来爸爸呢，因为他是一个知识分子，是化工局的副局长，所以这样的话呢，他也被关起来了。最后从关起来一直到下乡，我都没有见过他。在这种破坏的家庭里呢，因为我妈妈呢受爸爸的影响呢，爸爸因为当时上绥化，妈妈呢因为单位比较可怜，但因为我们家三个孩子啊，所以妈妈和爸爸呢又插队两个地方，所以我们一家五口人呢是四个地方，因为姐姐下乡。所以我从小呢是在那种阴影的情况下长大，那种因为没有入过红卫兵啊，在学校在社会都受到歧视，那属于父亲大爷属于围追自杀，所以呢，我觉得共产党呢对人真的很不平等，所以我一直在想，因为到美国以后呢，我为什么说是什么平等自由呢？我告诉大家每一个人，我们都是新移民，每个在来到美国这个国土上呢。都是从没有身份，最后拿到绿卡到公民，所以我们不要说呢，就刚才我听了这个林老师讲就是这样，所以这个美国社会呢，这个平等自由呢是靠自己去争取的，一是要什么呢？自己去努力，二一个呢要提高自己自身的素质，这样呢我们呢再有一个民主党呢，因为这是我为什么要参加民主党呢？是我心里从内心想，我是看到美国这种社会对人的一种公平呢，我想。中国社会一定要一党专制要改变的，所以靠我们美国国外的人呢，首先提到自己素质在美国要生存下来，这样呢，靠我们大家的力量呢，在民主党团结下呢，会给中国带来一个很大的民主的起色。我就说这些。这问题是他这个身份办着呢，办着呢，那这样的应该很快都能解决的，是吧？也有些。就是说，像这个我们这些来到国外的这些移民呢，就是美国是司法是独立的，有些就是说外来的还是内来的，就中国人互相的在中间的，就是说，倒吧，就他不想叫我们这些海外的这些将来的新移民拿身份，有很多人是这样想法的，有的拿着身份的就像你们贾伟了，说我是美国人了，哎，我把你们统统要赶出去。是这样的，还有就是说像，这倪雨贤了，他说我是美国公民，我一定要把你们都弄不到拿不到身份，他也是这么说的，并且他有信任的恐吓我们，都是这样的一些外因，促使这些党员都有些就是这样的。我就是说，他们。